我尽力而为吧，开上几副药。月至几更天了？四更了，大爷，睡吧啊。二弟，该起床了吧？杏儿，杏儿，哎，快去叫长栓把二爷叫醒。是，大奶奶。哎呀，二爷，二爷该起床了。二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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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儿去了？二爷。曹掌柜，啊，这是我给东家找的偏方，听说可灵了，说不定啊，东家吃了还真管用呢。包头顾大掌柜那边还没有消息啊？哎，没有。但愿那边的生意能安然无恙。大爷的病啊，是越来越重了，就靠这口气撑着呢。把它拿出去当了吧。哎呀，大奶奶，这可是稀罕东西啊，当东西的事儿东家知道吗？咱就别让他知道了。前几次我让您当东西没别人知道吧？您放心吧，每次拿东西出去都是后半夜。哎，这可是个宝物啊，要当多少银子啊？就当三千两吧。太可惜了。当心啊。哎，看见二爷没有啊？二爷，嗯，二爷没在书房吗？没看见呢，刚才还一直在看书呢。大奶奶不让他进去，不让他进去看大爷，怕他考试分心。谁想这一会儿就没影了？大爷只是不想让二爷知道他的病情。二爷也真是糊涂。东家吃了药，半个时辰应该撑得住。那你也别忙着走，他在前头送二爷，您在这里候着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好有办法应对啊。二爷，二爷，你怎么跑到房顶上去睡了？二爷，哎呀，我找了你一晚上了，快点！没人呢，大爷他们都在祠堂等着你呢，该上路了。人呢？长栓，是不是在祠堂呢？二爷，嗯啊。二爷，哎，呦，二爷，二爷，走，二爷，慢点，慢点，二爷，哎呀，不行，得把衣服扣上，
垮垫，垮垫，别动，垮垫。让开点，让开点，快点，让开点，让开。大哥，好点了吗？大哥，那我走了，你真的不要紧吗？去给乔家三门的祖宗辞行。哎呀，用不着吧，又不是考上举人了。再说就是考上举人了，也犯不着闹这么大动静，还惊动爹娘祖宗的。闭嘴！这是什么地方？信口胡说！哦，哎。大爷，你还是坐着吧，啊！不行，二弟给爹娘和祖宗辞行，我怎么能坐着？哎呀，奏乐，奏乐。爹娘祖宗在上，只用今日奉大哥大嫂之命，去太原府应试。我大哥身体有病，只用本不该出行。可大哥一定要我这么做，我只好听他的。只用求爹娘祖宗保佑，此去太原府一定尽平生所学，给大哥大嫂拿一个举人回来。行了吗？嗯，那我走了，哥。啊，等会儿，出了家门以后，不要拐弯，嗯，一直到太原府。嗯，到了太原府，那些好吃好玩的地方一概都不要去。嗯，到了那儿就住在咱们家铺子里啊。记住，住进去以后只准读书，不准出门啊。嗯，除了去贡院应考。嗯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您都说了一百遍了，我记住了。我不放心的是大哥你，我但愿这次考个举人回来，能让哥哥一高兴把病魔都驱走，让祖宗哥哥嫂子脸面上都有光，怎么样？啊？我走了。记住大哥说的话啊！记住了。哎呦，张妈，哎，来人呐！诸位，诸位，诸位啊！多谢了，多谢了啊！多谢，多谢。哎，不保重，不保重。哎呀，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，保重啊！走，没事。二爷，你别感动。二爷。走吧，走吧，二爷。靠边，二爷，你干什么呀？小心点儿！哎呦，
二爷，你干嘛呀？你走错路了。没错啊，这是奔太原府的那条官路啊。我说你错了就是错了。对对对对，大爷可说了啊，出门直奔太原府的官道，不让拐弯。谁让你拐弯了？你就从祁县县城这条路直走就到，根本就用不着拐弯。行，你是爷，我听你的，明白了。太差了，就就，你小心。哎呦，就就就就，坐稳了，二爷。就，哎，二爷，你姑姑她好像不在家呀，那也得小心点。二爷，哎呀，你说你从这儿爬合适吗？闭嘴吧你，我小时候就常爬。那是小时候，你现在不都长大了吗？二爷，你得小心点啊，咱们还得去太原府赶考呢，你可别摔着啊。你就别废话了，你把马车给我赶远点，给我把风。哦哦，哎，你小心点儿。哎，哎，快去。你怎么来了？真好看。我说花儿呢。来来来，给。来来来，躺下。过来点儿。你不是去恩科赶考了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嗯，你看，风暴花心呢。你哥的病不要紧吧？我要能考上举人，兴许能好点。杏花开得特别早，嗯，对，桃三杏四李五嘛，不对吧？好像是杏二桃三，是吗？对啊。哎，我那个主意好吧，小镜子，你爹你娘没发现吧？就你鬼主意多。我爹我娘去五台山进香了，他们明天才回来呢。哎，那你跟我一块去太原吧。不用胡说了，那怎么行啊？太原可好玩了，新开了一家皮影馆，有《灰蓝记》《三娘教子》《灵虫夜奔》，好多戏，还有社火耍龙灯，什么踩高跷。真的？嗯，明天晚上你爹你娘回来之前，我把你送回来不就完了吗？嗯。嗯，就别让了，嗯，走吧你就。嗯、走喽。就
小庙啊，咱们去看看吧。哎呀，那有什么好看的？去看看嘛。好吧，传传，去那个小庙。哦，去。跪下。干嘛？跪下。跟观音娘娘起个誓。起什么誓啊？观音娘娘在上，民女江雪英这辈子非乔志庸不嫁。就起这个。好。观音娘娘在上，民女江雪英这辈子，你好好说。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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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。观音娘娘在上，我乔志庸，祁县乔家卜人，这辈子非江雪英不娶，否则就让我心痛如割，心如刀绞，心如乱麻；否则就让我生不如死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都那我都说出去了，怎么办？那这样吧。观音娘娘在上，请把我的后半段话还给我。不理你了，讨厌。嗯，站住！站住！哦，来喽！站住！父子好的欠款几时能够运过来？这里的生意已经做不下去了，只等您来收拾乱局。曹掌柜，大爷一直在等包头的消息。这就是顾大掌柜给我们乔家好消息。再不拿银子过去，是劝过东家不要听顾大掌柜的，不要孤注一掷的和达胜昌争做高粱的霸盘，可是他不听啊。
大爷病得这么重，叫我等着消息，我可怎么办？现在不是着急的时候啊，大奶奶。哎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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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快快快快快快，就这边就这边。来来来来，让让让！别拉拉扯扯，让人看见。怕什么呢？这是太原，不是祁县，人不认咱们俩，以为咱俩兄妹俩呢。皮影戏比这个还好玩，知道吗？是吗？一会儿我带你去看皮影。哎，听说那有个皮影戏馆。看看。哎，要不咱们等你考完了再去看吧，明天你还得。商兴起的时候，就开始不敬重吴夫人，考个功名也不稀罕。别急，哎呀！此言差矣啊！我大清现在是内忧外患，圣朝要中兴，第一要用的就是人才。说的容易，这地方话是真。哈大人，虽然一人不能兴邦，但是有了人才，国家面临的一切都会得到解决。我这次奉旨前来督察安科，就是要在山西选择一批巾帼致用之才啊。这位爷，这位爷，你们能不能小点声？我们正在看戏呢。啊，这位爷对着坐着，我们不说了。等。你这儿等着，我去买点花生啊。这不是山西巡抚阿凡哈大人，今儿怎么有空上这儿看皮影来了？陆老东家，啊，哦，这位是山西的商人，做玉石生意出名的
陆大可，陆老人家，幸会幸会，幸会幸会。这位是，这位是啊，在下胡元溥，这是在下的弟弟胡书存。啊，久仰久仰久仰，早就听说您是这次督察学政的钦差大臣。好好好好，有空到碧号小坐，喝杯闲茶。我给您挑一块上好的玉石，您带着玩玩，这好吗？哎呀，陆老板这么一说，我可就不敢去了啊！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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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会啊！再会，好，再会，再会，再会。没有银子，包头父子号是一处生意。就得变卖还债，还有旗下的三处生意，太原府、北京、天津，这些生意肯定都保不住了。连这些地方的生意也保不住了。大奶奶，这消息要是大爷知道了，怕是他的命也保不住。大奶奶，哎，你看，王大爷，王大爷，你是卖什么的？啊，小米粥。给我来一碗。好嘞。卖包子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干嘛？等等，干什么呀？那边看一眼，看什么时候你这么带劲？不要银子，你吃那么起劲？来两个包子。你不是也在吃吗？我看你卖的还没你吃的多呢。我的花生米，我拿来就是卖的。我卖不了，我当我的口粮，我卖了，我挣点散碎银两，我回去养我八十岁老母亲。你凭什么那么吃啊？你我买还不行吗？快快快，你别耽误我看书。你明天还得赶龙门呢。你明天早上赶龙门？嗯，我明天早上也赶龙门。你明天早上也赶龙门？嗯。哎，看着看着啊，你看啊，看高高的，来了个包子，好。哎呦，来了！一斤四两，五十文一斤，你给120文吧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干什么？慢慢喝。你这多少啊？包子，热乎包子。你这花生多少银子一斤？50文一斤。卖包子。这是一斤四两吧？一斤50文，四五二十也是70文。你说人家120文，你买不买？你是不是有点？你这，你看，你看你啊！你管人家要120文，你整整的骗了，讹人家，你是文呢你？你懂不懂啊你？你真能讹人呢你？我讹他干什么？我一个读书人，我一个读书人，都是人家骗我，我能讹他吗我？这什么？等等我，我去那边看一眼。这东西得有2两吧？哎，你这样。哎，你来，就你这点花生，能有一斤四两？什么呀这？顶多一斤2两。包子，这位爷，买包子。在下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志庸。包子，我们家也是做生意的。热包子。我刚是听你讲啊，你要赶考，家里又有80岁老母，我就不跟你计较这些。做生意是要挣钱，但不是这么个挣法，知道吗？刚出锅的老孩子，给你。哎呀，银子全是你的。哎，你花生是我的，你还欠我那点花生呢。哎，来碗粥，来喽，粥一碗，归你了。慢慢喝。包子，热乎包子。发什么呆呀你？卖包子。卖包子那个。哎，小兄弟。他说他是谁？山西祁县乔家堡，真是啊，乔志庸。包
包子，哎，来一串。你把花生米给我放下。等等我，我去那边看一眼。你给我放下。就不。来，哎呀！刚才在我们后头一直在说话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山西的巡抚大人，一个是督察学政的钦差大臣。真的？完了！我把我的主考官都得罪了，我肯定考不上了吧？哎，要不咱们赶紧回去吧？哎，没事儿。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到了时候你又来不及了。我不管你了，我走了。哎呀！好，栾成在后面等着呢，从这儿走。好，快点。快点走啊！拾到一个篮子，长栓给你的早饭，他走了，在大门口呢，送你个东西。什么？我做的香囊，知道我为什么送你啊？不知道。就知道你平时爱打瞌睡，这个香囊啊，你带在身上，熏得你睡也睡不着，你就把试考完。陷阱，恐怕这次我难挽救了。这次我是真的挺不住了，我死后……大爷，你别这么说，贱卖高粱，多收回点银子，保住咱们家的产业，但不能让二弟接管乔家生意。他不是个经商的人，要保住，让他做举人，考状元。你们不要害了他。如果那样做了，
就是毁了我兄弟一辈子。东家，大爷，东家，大爷，东家。时辰已到，那就关龙门吧。嗯，哎，关龙门。这，关龙门。哎，胡大人，请。好，请。这是皇上特为这次恩科派来的钦差胡元普胡大人，幸会幸会，多谢各位鼎力相助啊！大人辛苦啊！哎哎哎，快点快点，回去回去，这少废话，回去进去。我这车轴坏了，为什么昨天晚上不修好？女的死瞧砖。少废话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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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让让让让让让让，哎，让让让让让让，二爷，二爷你别急。二爷，你小心点儿！哎，让，让我们进去，让我们进去！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快！哎，慢点儿！哎，让一下，让我进去！哎，让我进去！哎，我得进去！拦住他们！让开！拦住他们！哎，不行！哎，让我进去！哎！开门呐！我要进去考试！哎，开门！我车撞坏了！骑兵两位大人，谢谢。有两个声援，谢谢，在龙门口滋事。把他们抓起来。这，且慢，咱们过去看看。好，且要出事儿。哎，这下可热闹了，都看看去，看看去。两个人来嘛。我车撞坏了，怎么了？你让我进去？开门！好车，我车撞坏了。进去嘛！你们这三年不容易，能让我进去吗？你看，他们把二爷给抓起来了。你们别拦！